们算一下，七个火龙果，一个鸡哥，一个紫妈，一个两个，然后美美丽丽四个，宝宝五个，五个，老马六个，就给他们这几个，行吧？还有谁？鸡哥打架厉害，鸡哥不打架，鸡哥狠，一般不动手。哎呀，太烦了！鸡哥发火了，鸡哥，你们又打干什么嘛？都给你们吃，你们还打架，我就有点。看到他跟谁打架了？鸡哥一发脾气的时候就这样子呗。又看到他跟谁干架了？今天几个又跟谁干架了？几个找找大头一家。好的，我们看看他们在哪里吧。美美在干嘛？几个，你拉着我手干什么？几个，你把我手拉起来干什么？我老婆的事情绝对想不到。冰冰来，冰冰来，冰冰鸡哥，我给你拿。那我们去找看看老马他们家在哪里去。给你们撒一撒黄瓜，我就走了啊！拜拜！你在这里干叫啊，拜拜！感觉今天又要下大雨啊，家人们！感觉今天又要下大雨啊！喂，你单独在这里叫啥呀你？你又不吃黄瓜？没有真正打起来吧？拜拜。哎，你又去打。老马今天早上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去往上面去看一看，应该在上面一截。又刮大风啊，可能又要下大雨啊，我的天。这个天气啊，现在很凉快，早的时候很冷，很热，现在很凉快开始。哎呦天，我又看到这个可怜巴巴了，我的天。这个宝宝没了，有个宝宝没了，宝贝云有个宝宝没了。